江南南部、华南高温日数多，极端性强。七月，江南南部、华南大部等地高温日数普遍有10到27天，较常年同期偏多5到17天。华南区域平均高温日数12天，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次多，高温极端性强。华南有12个站最高气温突破当地历史极值。下旬后期，四川盆地高温的极端性凸显，有10站最高气温突破当地历史极值。